我之前看过一个研究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的速度可以一致吗？什么？速度可以一致吗？好，我好。好，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我之前看过一个研究，他说约会的时候看爱情电影的人，成功在一起的几率比看非爱情电影低。看电影本来就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走到电影院。太美好，然后不会持久，不然就是发现自己根本就不需要爱情。